好，那个号码一可以坐下来，第二组尽量站内跑道，尽量站内跑道，排成一排，先退后一步。来，停这边，排成一排。待会儿四鸣枪，注意听，待会儿各就位完就直接鸣枪了，你们站着不动，我才会鸣枪，懂了吗？你不要那边乱动，然后不可以踩到白色线，来，四鸣枪，大家懂了吗 ？OK 哦。 他们人很小，对不对？很小一个。哎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我不能看啦，我现在在录，我不能看。很小，蛮小的。后面四个很小，前面几个比较大，有一只比较大只，中间那一个。中间那个比较大只。其他那个小只。调整呼吸。 为什么没有？腿那么长，不会跑不合理。合理啊，非常合理啊，就跟你讲。哎，真的，这最后一名的也是很高。 可是他可能跑不快。你到底什么时候会赢我？上次不是赢你，你忘了？就是最后一次赢我，前面两场就故意放慢，他就死不管你。好，现在来排第五圈。加油！加油！好，第五圈。加油！加油！ 呼吸，呼吸。 完了，快要落他一圈了。 快落差一圈了。 加油加油加油！呼吸呼吸，步伐跟呼吸要配合。其实我都忘记说你一定会来。
我第一名已经超过最后一名了。哇，哎，你也没进名。那我被解红翻的了。周明来，你在跑完了。调整好呼吸，他手自然摆动，慢慢摆动。调整好呼吸。第一名的后面，竟然没有紧追着第二名和第三名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应该追过去吧。哦，第四名的和第二名和第三名的还是有一段落差。感觉叫主要把你设一个主控点，抓一下角度，看一下怎么拍，可以把全效拍进去。杨峰宇，第七圈，杨峰宇，还会拍？杨峰宇，我说其实我影片是放上去，我影片不剪就直接放上去。好啦，你嘴巴碎嘴。来，女生第一组发，第一组带过来了。第十一号最后女。加油！篮球队都还后面可以加速的。吴彦琪，最后好，最后一圈。加油加油！最后加油！调整好呼吸。最后一圈。最后一圈。加油加油！举手。大举手，大举手，最后一圈，好，最后一圈哦，加油，加油，这一组感觉比较快，没有拉。五号是第一名啊。五号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在看。举手。我们在看。大举手。举手。加油，后面追上来哦。举手。后面追上来啊！这是体育班的吧？不要最后一圈。后面追上来了，差一点。没有，他没有放弃啊，他们还在拼呢。放弃用。他只要不是最后一名就可以了。哦，我十号怎么跟最后一名落差那么大远呢？你看他，你快冲到终点去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看他完美结果，他在十号完美。哇，好快，好快！最后冲刺。完美。Thank you.